号一直坐在自己车上，挺伤心的，挺伤心的。再见了。心里真的说句实话，就是焦头烂额。我从六月份开始到现在，我就没有睡过一个好觉。我们去找他们的那个负责人、对接人那些，那就是说没钱，那不能付。问什么时候付也不知道。那这是我要。这是没办法的了，就一定要卖车，不卖车，因为恒大不给钱，我不卖车，我就没办法，所以就是我银行的贷款就没办法。恒大的事件已经到了这个程度，那就只能等政府、等法院的判决结果嘛，然后听天由命嘛。那公司还是要经营下去的，赚到钱肯定要买回来，我也相信自己应该能买得回来吧。